息，听不到你的呼吸，我在担心又将你失去，在现实的噩梦中惊醒。小南，我知道你喜欢赵局，喂，干爹。啊，他们走了。走了。嗯。出阵了吗？他们刚刚出阵，我亲眼所见。好。走了。没事儿了。我真想亲眼看见他们夹着尾巴灰溜溜跑那个样。哎呀！哎，通知厂子马上开工啊！马上开工啊，镇长啊，他们前脚刚走，我们后脚就开工，这什么呀？他们在的这个时候耽误我们赚多少钱呢？你告诉老李啊，这两天加班加一点，争取把损失都补回来啊。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哎，跟我斗，要吃完早点走。赵局要出其不意吗？这都快进城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着什么急？喂，是我。好，太好了，你们等着，我马上回去。嗯，调走。松口气了啊！不好了，王总，刘总，外面来了帮皇后局的人，说是要检查。什么？
们还好商量商量啊。的确，我们厂里存在的排污超标，但不至于勒令停产吧？哎，我们可以改呀、啊。你们也知道超标，上面一直在查这一片的污染源，你们那些排污系统根本就是摆设，那些污水根本没经过处理就直接排放的。我们必须停业整改，我们走。哎。来找你好几次都没找见呢，多亏我们跟环卫局的同志熟，听说你刚从新加坡回来，我们本来都打算走了，又回来了。啊，请，能上请。既然您都回来了，那就请您抽出点时间来配合我们调查。你们会计在吗？麻烦您请他到这儿来一趟。怎么，有为难之处？啊，不，妹妹。那就好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不要慌嘛，你现在找借口只会更引起他们的怀疑，对吧？让他们查去啊。哎呀，你等我电话了。哼，这杀了个回马枪。我就说不要这么急着开工，他们这么快的撤走啊，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嘛。那你坐这儿，我听你的。您别生气，我没那意思。让他们查去吧，反正我已经把账户弄得干净了啊，大不了就是来个停业整改吧。队长，看样子他们这次是铁了心要查我手头事出来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车到山前是必有路啊，放心吧，大宇啊，别说他们查不出什么，就算查出点什么，你不说我不说啊，咱们打死不承认，你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？啊，就算是真的出点岔子了，咱们找个替罪羔羊，把他一卖，不就结了？慌什么？啊！小军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是不是累了？这有我跟刘秀娟在就可以了，你先休息吧。不用，人多力量大，我们得抓紧时间，要不他们又该出什么新花样了。赵局啊，这账从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问题，很有可能已经做了手脚。有情况，你看啊，这笔账写明了是购房款，可房子却在市区啊。哎，这个价位可真不低啊，应该是栋别墅啊。通知向亮个小度，让他们查查这处房产的详细资料。好。好的。
香兰姐姐告诉你我在这儿。其实我没事儿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就是不想让我替你担心。我已经不是小孩了，没那么不懂事。你看你都这样了，我懒得跟你吵。你好好休息，香兰姐工作特别忙，别老麻烦她给你送饭。这几天由我来照顾你。哎，对了，那脏衣服呢？我带回去洗。啊。阿姨下，给我躺着。没事儿，不用洗的，不脏。吃了它。想换个地方跟你谈谈，但是想来想去，把你单独约出来，这样聊一聊比较好。啊，哎，你是不是很怕见我呀？啊？那怎么打电话的时候，你的声音都不对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？你当这个副镇长也七八年了吧？啊，爸，你觉得干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？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说得好。有很多最后落马的人到我这儿，第一句话都是这么说的。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哎，灵湖别院那套别墅建筑面积315.6平米，依山傍水，环境很好啊。你很有眼光啊。嗯，现在楼盘这么紧俏，翻一翻了吧。我们已经查过了，那套房子是你们镇工业园区出的钱，前几天你把它转让给一个朋友了，但是那手续是假的。哎呀，那么好的房子，董镇长这么着急出手干嘛？不想要了？那个房子只是冰山的一角，如果我们继续查下去的话，会有很多料想不到的数字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董镇长啊，我们也知道，在兴源镇，虽然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在处理，但是有很多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能左右的。垂帘听政嘛，当然是坐在帘子后面那个人说了算了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就这套房产的问题，我现在就可以传讯。但是我今天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，就是想给你一个弥补的机会。好好想想吧，争取给自己一个补过的机会。我等。我已经查到线索了，为啥不把他扣下呀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如果现在这样做，阮平会把一切都栽在我们他身上。我现在把话已经跟他说清楚了，下一步就看他了。
我知道了，那我盯着他。嗯。茄子多少钱一斤啊？啥子？哎，你快点给我拿个袋儿。这西红柿不错，你帮我挑挑啊。这样的可不能养啊。多拿几个好的啊。知道吗？厂子给封了。不会吧？不是刚开工，怎么又给封了？我听说检察院的人又杀回来，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查到什么。嘘，小点声。够了，多少钱啊？走了，走了。老婆，你哪儿也别想去，他们闹他们的，你再也不能给我惹事儿。上学去啊！你书包收拾好没有啊？早就收拾好了。哎，哥哥，你还是去看吧，来我来。行，要不然买多一本吧。好。嗯，亮亮，你们学校后边是不是有一个邮局啊？有啊。这样，一会儿妈妈把你送到学校，你替爸爸把这信寄出去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啊？爸爸身体不好，出不了门。哎，记住，就是把信啊，怎么塞到邮筒里面就行了。回头爸爸给你买玩具，好不好？说话算话，不许骗我。爸爸什么时候骗我了？啊？来，哎，记住，这是咱俩的秘密，不能告诉妈妈，知道不？知道了。啊，快吃，快吃啊！亮亮。嗯，快，该走了。待会儿，待会儿。哎，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啊。爸爸，再见。再见。那继续盯紧张元，别让他再搞什么鬼了啊！院长，您找我有事儿？哎，坐下。镇长，您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吗？什么事儿？别说没有。昨天，姓赵的约你喝茶去了。知道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没有，没有什么，没有。不说我也知道。他是让你出卖我，跟你讲，争取主动，戴罪立功。我说你没错吧？镇长，我知道分寸。不该说的话，我一句没说。我知道你不敢。
咱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吗？啊，只要我没事你就没事，要是真的查出点什么，你替我扛着点，我也能保得住你，不是吧？是，我明白，明白。你明白？你真明白？我告诉你，这些年上上下下的事都是你出面的，要真的出了事儿，我有退路，你呢？你要是让检察院那帮人牵着你鼻子走，哼，我可告诉你，死路一条，知道吗？什么呀？我来干什么呀？你问问你老公，他想干什么呀？这是相机卡，上面记录的都是你老公身上受的伤，他自己拍的，啊。还有这封信，我给你念念。检察院的同志们，我是张元，我现在行动不方便。我省略一点啊，还有两句，有两句最重要的。我都是被他们逼的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不知道这封信和这些照片能不能当作是他们迫害我的证据。想要啊，拿去吧。你以为你出不去，让这孩子帮你寄信就完事儿了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全家都被我们盯死了，这屋里头放个屁，我们都能听得真真的。你以为检察院的那帮人回来了，就能跟你撑腰了？啊？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知道吗？你信不信，这回那帮检察院的人还得是一无所获，最后灰头土脸的滚蛋。啊，真的留着吧。走了。嫂子，你老公不安分吗？看紧点。下回注意别再让我抓现行了。再见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有办法的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。真真，爸，你干嘛要去哪里呀？真真，你来的太好了，衣服给我带来了吧？爸爸在医院里住的太无聊了，想回家住去。好啊，我马上帮你收拾行李，办出院手续。好。爸，我来帮你吧。玉芳，
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上哪儿去？你撒手！我没办法和你过了。你不顾死活，现在还要搭上孩子，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娘俩。不，我要带亮亮回娘家去。哎，好好好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一直有人在盯着我，我怕你们俩一走啊，他们会对亮亮和你下手。我们又没跟着你一起折腾，他能把我们怎么样？我不是怕你们出事儿吗？我觉得我跟你们在一起才会更危险的。不是，亮亮亮亮亮，别哭别哭别哭。慧芳，好了好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够了，我只想一家人好好的，好好的过点平静日子。可你一天安分日子也不让我过，张楠。是你逼我的，我要跟你离婚。爸爸，爸爸！师傅，到长浦路啊。你先回家，爸爸有事啊。师傅，开车。爸，哎，爸，爸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要去哪里呀，爸？哎，司机停车。爸，你慢点儿，你干嘛呢？你？爸，哎呀，爸，你干嘛呢？你要去哪里呀？没事，你。哎呀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真真，爸爸。哎呀，我不让你走，不让你走，就是不让你走，去哪里我就跟着你。别胡闹了，好不好？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你？我胡闹？你在家胡闹呢？你都这样了，你要去干嘛？你不要命啊？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只不过是个意外。你还骗我？爸，你别闹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走，好不好？不在的这几天，我每天都没有睡踏实。我求你，你不要走，你留下来陪我，爸爸。爸爸不会有事儿的。你让我就是害怕，就是害怕。宝贝儿，爸爸跟你说，这个案子呀，对爸爸来说特别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在你心里，我连个案子都不如了。你是不是讨厌我、嫌弃我了？我答应你。我以后什么事情都跟你说，什么事都跟你商量。我求求你不要走，好不好？你跟我回家吧，爸爸。爸跟你说，你在爸爸心里边比什么都重要，啊，永远是重要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爸爸答应你啊，等这个案子结束以后，爸爸就回来陪你，好吗？每天打电话都要给我报平安，不管再苦再累，你都要打，必须打。好。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干嘛去？你有本事，现在就把刀拿出来，当着大家的面把我给杀了！哼，你们这帮人就知道狐假虎威。闪开！喂，干爹，
那小子好像又去找检察院那帮人了，要不要拦着他？不用，他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。嗯，现在检察院的重点不在他身上，你给我盯紧董大人。好，我知道。啊，就这样。赵姐，我早就想找你了。其实上次，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。张扬，其实你已经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了，我们也知道为了这个事你吃了不少苦头，你妻子也为你担心，是不是？他就是不理解我，现在他还在生气，已经带着孩子回娘家了。其实你给我们提供的情况很重要，有一些我们已经掌握线索了。把这个电话接下。真的，你们查到什么了？这个你就不要问了。这样，张元，这一段你也辛苦了，就好好休息一下，以后我们电话联系就可以了。你是举报人，自身的安全很重要，我们也为了你好，接下来的事情由我们处理，好不好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有点事儿。我一会儿还要去加班呢。这样吧，我们改天再聊，好吧？我对不起，到时候我约你，好吧？啊。喂，赵局，没看见董大宇有什么动静，可是刚才张元上他们家去了，继续监视他，别让他发现你。红楚，我们快进西园镇了。
赵局，我这车被人做了手脚，可能是我跟刘曼玉被别人发现了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看样子是奔镇政府去了。知道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桂芳带着孩子回娘家，我一个人挺无聊的，想找你聊聊。局，要不我去接着盯吧。哎，赵局，是我。我们已经快到新源镇了。太好了，郑哥，老刘盯董大宇被发现了，现在董大宇可能奔镇政府方向去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我把小杜也调回来了。他现在正跟我在一块儿呢。好，哎，你先把那个车牌子换个外地牌照，免得被发现。早就换了，我这次回来就没想让别人知道，这样的话好激动地配合你们工作。好，我等你消息啊，快点。哎，慢点喝。要喝，就这么喝。我们认识多久了？从中学开始算，也有20多年了吧。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也没什么朋友。我知道你没把我当朋友，是没有人受得了我。慧芳走了，走的时候说要和我离婚。也别急，慧芳那也是一时的计划，说说好话哄哄他。不就不说这些，来来来，喝喝喝。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较劲，你知道我看不惯他们做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。张元，作为朋友我劝你一句，头上三尺有神明，不要以为自己做了什么老天爷不知道，是要遭报应的。你别说这些了行吗？我要说，我每次和你说这些，从你的眼神里边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。
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心里边清楚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至少我被他们打成那样的时候，你心里边知道有愧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我说的对不对？连一句好话都不说，我简直，我不是人。大鱼，现在回头也不晚啊！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丧心病狂，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。你跟他们一起坑我，我不怪，我是怕你再去害别人。你想想那些生病的孩子，你心里边难受不难受？我真怕你有一天和他们一样，你们做的那些事儿是要挨枪子儿的。脱离生命的轨道，你像天使的依靠，记忆深处的信号是你温暖的拥抱，天涯海角无处逃。